Hello， 我们是皮蛋 AI。我们今天来聊聊 Gemini AI 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。Gemini AI， 你的智慧生活新伙伴。大家有没有想过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？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，人工智慧 AI 已经悄悄走入我们的日常。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Google 推出的 Gemini AI。这个强大的 AI 模型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？ Gemini AI 是什么？ Gemini AI 就像是一位博学多闻、反应敏捷的数位助理，它能理解复杂的资讯，也能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更厉害的是， Gemini AI 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提供客制化的服务。 Gemini AI 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，学习的最佳帮手，疑难解惑，不管是学校作业考试准备，还是对世界的好奇， Gemini AI 都能提供详细的解释和解答。语言学习，想学英文、日文还是其他语言， Gemini AI 可以当你的语言老师，陪你练习对话翻译文章，写作辅助，写作文报告总是卡关， Gemini AI 可以提供写作建议，甚至帮你润饰文稿，工作的效率提升。资料分析， Gemini AI 能快速处理大量的资料，找出其中的规律和趋势，帮助你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自动化任务，重复性的工作交给 Gemini AI 处理，你可以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更有创造性的任务。会议记录， Gemini AI 可以及时记录会议内容，生成详细的会议记录，让你事后可以轻松回顾。生活的最佳伴侣，娱乐，想听故事、玩游戏，还是想看电影推荐， Gemini AI 都能满足你的需求。健康管理， Gemini AI 可以提供健康饮食建议、运动计划，甚至提醒你按时服药。情感陪伴，觉得孤单寂寞， Gemini AI 可以和你聊天，分享你的喜怒哀乐。 Gemini AI 的未来发展潜力无限，未来我们可以期待 Gemini AI 有更进一步的突破。多模态理解，不仅能理解文字，还能理解图片、影片等多种形式的资讯。更强大的创造力，能够创作出更具原创性的文字、音乐、艺术作品。更深入的学习能力，能够从更复杂的资料中学习，并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以上就是本次 Gemini AI 在日常生活应用。对此议题有兴趣的，我们后续将陆续推出 Gemini AI。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在这系列，我们手把手实际操作，如何以 Gemini AI 改变我们的生活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，拜拜。